要去借钱呢。
广告公司的。我们那个，您是做广告公司，您带新加坡去是吧？这个我会交给他，因为他们就是做这个广告的牌啊，是你们的 LED 啊，哦、这样的在啊、那有什么？稍微这边是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总的生产证是没有了，现在这个里面是我们所有产品、安装跟公司介绍都在里面、okay. 这个 USB video、okay. 也可以拿给他看一下 OK 很好我照顾他有什么question 他们是这位打给你对可以直接联系他他是负责新加坡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他也负责马来西亚 OK 谢谢谢谢你啊、okay. 新加坡你们有 office 吗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没有啊是谢谢跟你们联系啊对对对直接联系有什么问题 OK 好 okay. 谢谢好好拜也不说这个是哪里中统，因为这个是那个板车，那个日本做的，它那个镜头是韩国，哦、那 battery 是台湾。这么小啊！我是一个 filmographer，、哦、啊，因为我在新加坡，新加坡很小，这个服务啊，我一次跟人家拍这个结婚或者什么都可以啊，我用这个 camera， 这个那我的这个心理啊，就是像 mobile 啊 tripod。你跟我讲你要放在哪一边啊这个地方啊我就推去那边啊我放在那边我就可以走了很多人会啊因为我价很便宜像那个 Grab Taxi 啊到时候你是做 transportation 到时候我是跟人家拍好像拍视频很便宜我用这个 camera 一个五个小时啊我算人家50块在新加坡还加这个吗啊不是我这个是一个服务来的、我也是有卖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我的名字 John、你碰的时候啊你回去啊 YouTube 啊你把加速 and 加速啊 video 你可以看到我很多的 video 跟人家拍他们的节目不管是什么啊结婚也好这个 party 也是可以啊很多都是做生意的这个是最贵吗哪一个跳下来那个 camera还有下面的配套嘛？这个也不算很便宜，因为这个是一个好的心理。这个心理啊，就是好像拍戏啊，那个机器很贵的嘛。哦、那我这个、啊，你看我一个人，我可以放20个 camera 啊，可以拍很多地方啊。一个人我的手一只手啊，这样推啊，就可以拍了，像拍戏了。这个是只有200块啊，这个心理，那个拍戏的机器。哪里说？这个行李箱吧。啊，行李箱就是这个是那个 handle 吗？那我接吗？哦、我接这个 rod。不是，这个行李箱是为了放这个 camera。啊，对，所以啊，我可以从很高啊拍下来啊，像拍戏这样啊。哦、对啊。这么高是哪里买的？在这个是也是在日本买的啊。行李箱在日本。对，在日本，我是上去日本中心。这个。